欢迎回来，我是吴德。今天吴金王就是 Willot GX 的礼盒出，就是的贩售日。今天我们就来做这一个的开箱，然后我是买了两盒，对。首先我们来开一盒，就是顺便介绍一下这个 Tech Team， 这个是接下来的新环境，我们就来开一开这个 Tech Team 的东西。通常开这种礼盒，你就是要暴力的撕，我就是要暴力的撕。大家看到，其实是蛮厉害的这种东西，300的 HP， 对，300血，然后，接下来我再介绍它的那个技能。那我们看看里面会有什么，首先会有一张这样子的一个 GX 哦，给它拿出来，里面会有四宝，会有四宝的那个Booster Pack， 它是有 Lost Thunder 两包，就是 SM8 两包， SM7 一包，跟一个过期的 Pack， 就是旧的 SY 的 Pack， 然后它还有一张巨大版的 GX， 就是这个红金王。其实它这个东西是蛮强的，你看到吗？是300 HP， 它是鲤鱼王加这个Willot， 他们现在 tag team 的就是他们把两只 Pokemon 放在一起，然后技能加强，然后血量加强，然后你这个东西被击败的话，他对方拿的 price 是三张，这个本来 GX 跟 EX 是两张的那个 price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三张，如果他被对方打败的话是三张 price。 然后大家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的技能，他需要五颗的水能量，是五颗，然后攻击180，其实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。180的话可以打死基本上的 basic Pokemon， 然后如果你加一个头巾啊，它就变成打210的话，通常stage 1的 Pokemon， stage 1的 GX 都会被它打死。然后它的技能呢，就是其实每一张 tag team 他们重点是在于它的 GX skill， 而不是它的攻击。其实它的攻击都是大同小异，都是普普通通这样子。然后重点是它的 GX skill， 它的 GX skill 呢，就是它攻击，它对所有对方的 Pokemon 攻击100。对，大家觉得100吧嘛还好。然后那个Ultra Necromance 的话都打，全部都打60，这个打100就觉得还好。其实这张卡哦，它有很多的用处，它300血。你知道想当初 EX 时代的话，是不是他们就有一张就是这个 Willot 的 EX， 他们拿来做什么？做那种 control deck， 就是一直丢你的能量啊，丢你的牌组啊，破坏你的就是set 场，就是一直破坏你的那个场就是了。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最长血的在前面顶，当你打不死他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做什么？ Max Potion， 就是补满血，不然他们就用那个阿塞罗拉就把他拿上手，然后再放过另外一张新的出来。他们就是玩这种这么贱的东西，所以大家你们要小心，这个300血的东西是目前最血量最长的一只 Pokemon， 300血。然后他的 Reticle 是4颗，然后就可以 combo 他们新接下来的一个那个东西，就是如果你可以给四个 Reticos 的那个 Pokemon， 对不对？那个 Pokemon 可以加50血，我记得是50还是40，蛮厉害的其实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有四包，我们也要开，然后我们把就拿出来，对，大家给大家看看这个小版的，其实蛮美的。他们最近的 Pokemon 的所有的那个插画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的 art 都开始进步了，就越来越好看，不错。然后我们开多另外一盒，然后再一起开所有的包，好不好？所以现在开完了，我们有两张的大图跟两张的这个猴金王。迟点我会组一副牌组让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强。我不是玩那种就是爆你 energy 啊这种无聊的东西，我会玩那种可以发挥它 GX skill 的一副牌组。Decklist 都已经想好了，所以就接下来看，期待我接下来做的 video 吧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来开包呗，我们开包有两包旧的，然后 SM8 有四包SM7 有一包。我们来看看我是不是非洲认证血统，再来比一比，我不信我要做欧洲人，不能，我一定要做欧洲人。我们首先来开 SY 的先，
我们开完 SY 的再开别的。青色，哎，对啦，欧洲人，欧洲人不是欧洲人，是非洲人。哦，这个 Gaddy Void 的那个 Mega Ring 没有什么特别，没有什么特别，没有什么特别。继续开，我想看到这个，想收一收，蛮好看的。白色是没有东西的，有电龙，旧旧的，这这种是来做收藏用途了。然后我们来开 SMT 先，把我们留到最后好不好？两个气都没有东西，哎，白色，白色，是有东西的，沙宝 GX 是蛮废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人在用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，效果是，看看啊，打60，然后对方confuse 就是晕倒，然后下面那一招打100，然后 heal 20，它的费用太高了，然后下面那一招就比较长一点，它的技能就是看对方的牌组上面是三张，然后丢到你在那边找到的所有的 Pokemon 就是宝可梦，然后一张乘60你丢掉了，然后剩下的就是把它放回去牌组里面，剩下的牌就放回去牌组里面，就是破坏别人牌组的东西了。这个东西没有人在玩了，真的，这个很难组牌组，真的很难。不错哦，第一包就有 GX， 虽然就普普啊，普普。不过我今天就听一个朋友讲，他这一盒礼盒对不对？他好像一定会有出现两张的 GX， 好像一定会有这样的东西，就是他看上网看别人开啊，都不错哦。SMG 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？这个东西耶，就是惩罚场地，它是闪的哟，闪的哟，不错不错不错，这个有值回票价。它里面还有这个，就是火锅牛，不错，真的是不错。哼，我看我开始我的运气开始回来了。我们看 SM 吧，白色白色，紧张个屁妹。正常咯，有白色，哎呀，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有就是 shaming 跟双闪，有 shaming 跟这个叫什么六尾阿罗兰六尾，有阿罗兰六尾跟 shaming， OK 啦，还不错啦，还不错啦，其他的都我们开到那个闪的那个惩罚场地就已经不错了，其实白色。不错不错，其实也真的不错哇，这包真的是不错哎，就是其他的我拿掉，它这包里面是有这四张东西，其实很不错哎，看这是有四张东西，就是有百变怪、水军 GX 博士跟这个米娜，不错哎，就是哎，还有两张 GX 了，我看我的运气回来了，还是它真的是传说中，就是这个礼盒里面一定会有两张 GX。青色没有了，没有闪的不手工，没有东西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就真的是证明了那个没有啊，都一张吧，都没有两张。现在我才两张，青色没有啦，那个传说是假的，传说是假的，没有东西。头盔，然后闪的那个飞天螳螂，然后没有什么特别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到的不错啦，其实也就有开到东西，好过没有哦，反正它就很少啊。所以我今天开哦，这样的东西在我的礼盒里面开到两张巨叉，一个闪的场地，还有一些这些闪闪的东西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那个吼金王的开箱是到这里，但是在结束之前我要送大家一样东西，就是我送大家一张 online 版的猴精王的 code， 看到吗？长这个猴精王的 code card， 所以大家 scan 到的话可以留言在我的影片下面，看是哪个幸运儿 scan 到这个东西。所以不要问我为什么只送一张，因为另外一张我要自己用，我要 online 自己用，所以我送一张出去，所以大家 scan 到了就恭喜你了。然后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然后喜欢的话按个赞，再分享给你喜欢看的朋友，然后还没有订阅的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